蓝月，你骗我，那又如何？入不入局，在我。爹，我不会杀的。蓝玉曾经是您的姨娘，今后她是我的。母亲若是执意寻死，儿子定会将您风光大葬。小娘死难非难，死你非你，你是我爹供着的小菩萨。说不出中听的话，可以用嘴做别的。这么多年，在母亲心中，我这个亲生儿子，到底是您的儿子，还是您用来争夺父亲宠爱、把控李家的工具？自小到大，您从未给过我一个拥抱，没有一句软话，永远都是我要怎么做，我该怎么做。我自出生起，就该是为您、为李家而活着的吗？父亲要文武双全的儿子，所以我三岁起就跟着府中的师父习文练武，数九寒冬也好，酷暑烈日也罢，从未有过一日懈怠，只为博父亲欢心。三娘曾经养过一只小白狗，她见我喜欢，就将它送给了我。您觉得玩物丧志，就让人将那只狗当着我的面给打死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从未跟您说过我要什么。如今我要蓝玉，我只要蓝玉，请母亲成全我。